现在我们操作基本中文的啊。油泵算启动，看了下面。加工数量。现在我们做一节啊，泵板启动，运行开始。近一点，看一下铁皮的走向。头一个气缸里头。这个没启动，看着那个尖子，不可以了。好，再试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哥，你再试一下啊。好。那你拍个特写。你拍个特写，那这个缝是这样插进去的，完了以后这块又合起来，啊。对吧？这上面是套脚钢的。啊。啊！来，我把这个数字去掉，这两个必须是红颜色的，数量一个，后摇口启动。板子也是后退的，后退打头一个气缸，
面的，我也是立交的，还行啊。嗯。两个半边合起来，它不就两个七字合起来，不就是一个正方吗？嗯，对不对啊？这我不能保证啊。开始吧。嗯，你可以要与不要啊，那手动。嗯。